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白雪惊讶道：“大事，我不知晓。”未央点头道：“这件事颇为麻烦，因我没想好妥善对策，所以没对你讲。公子昂有不良之心，意欲将你纳为魏王王后，还想叫我从中与你达意。” 白雪长吁一口气，笑道：“你这不答应了吗？”未央哈哈大笑，你却意下如何？白雪轻轻啐了一口，朗朗笑道：“你就放心去也。我还以为何等大事，吓得人心跳。”未央道：“昨夜那人说三日内有纠葛，我想定是公子昂要逼我扯出你来。” 你得谨慎应对也。白雪笑道：“你不走，我岂能不出来？你走了，我又何须出来？找我不见这件事儿，不就淹没了？白雪不想见谁，谁就休想找到他，是吗？”未央笑道：“是啊，天火无焰，岂有寻常踪迹？”白雪脸一红，低声笑道：“只有你。” 知道我的秘密，未央揶揄笑道：“其实，我倒是真心喜欢那个布衣小弟也。”白雪娇嗔道：“哟，那就让他跟你了。”说话间已是日上三竿，晨风摇动苇草，一艘小船向渡口悠悠飘来，梅姑在船上遥遥招手。梅姑来得好快。 我该走了。未央不舍得叹息一声。稍等不妨，白雪叮嘱道：“岳阳那家客栈的执事，是老妇的门客，实则是一位风尘隐侠。事有眉目之前，你就住在那里，他会帮扶你。我在那里存储了万金之数，被你急需，不要吝啬了。”未央一怔。 万金，如果秦国也要用钱活动，我马上离开。离开，到何处去？和你泛舟湖海，与范蠡、西施一般，永远不涉政事。白雪悠然一叹：“君有此言，白雪足矣。古人云：冬有雷电，夏有霜雪。” 然则寒暑之事不易，所谓小便不足以防大节。只要新政，金钱未必不能用于官场。君之内性强毅刚烈，嫉恶如仇，初入秦国，万莫以官场瑕疵萌生退意。未央又一次感到了深深的震撼，这个女子似乎生来就是他的红颜知己。 他对他心灵的沟壑波澜是那样的洞察入微，又对他精神性格的细小伤痕是那样的细心呵护。在公叔陵园中第一次献出女儿身，他就使他的孤傲冷峻与偏执自尊土崩瓦解，使他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如果说那还是纯粹的情感天地，女儿家有天然的细心与深刻的话，今日。 却是为政之道，是未央傲视天下的最强之处。这个妙龄女儿却提出了如此饱含人世沧桑的劝诫，恰到好处地抚摸到了他内心的弱点：坚刚有余而柔韧不足，冷静自省而海纳百川之胸怀尚有不足处。平心而论，未央也知道自己还需要锤炼。 然则生平第一次被人点出缺陷，愧疚之心油然而生。他向白雪深深一躬，坦诚真挚地说：“小妹一言照我肺腑，使我顿生惊悟。此后当替力自省，深以为戒。”哟，白雪扶住他，含笑嗔道：“那是老妇的话，记住可也。”这般认真。 未央慨然一叹：“知我依我者，唯小妹尔，安得不敬？不要敬，要爱。”白雪低眉柔声：“理恒敬之，心恒爱之。”未央双手轻抚白雪双肩，白雪眼含热泪，轻轻偎在未央怀中，低声吟诵道。 绸缪束薪，大河在天。今日何日，见此良人？何堪所思，何堪所忆？子兮子兮，君在远山。河中小船已在渡口大石边泊定，梅姑没有相催。 却对着大河流水唱起悠长的歌儿清清紫：“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歌声在河面飘荡，水鸟在身边盘旋伴舞。 未央笑道：“梅姑相思了，走。莫急。”白雪从腰间摘下那只精致的细剑，围在未央腰间，一搭剑柄剑尖的铜扣，叮的一声震响，未央腰间多了一条锃亮的腰带。白雪笑道：“这是老妇留给我的素女剑，轻薄柔韧之极，去壳可做腰带。” 锋锐可断金玉，他在你腰间，就是我抱着你。未央猛然抱住白雪，深深一吻，转身大步而去。晨风习习，大河在金色的阳光下连天而去，一只小舟向南岸起伏飘逝。未央站在船头，向岸上遥遥招手。 白马在船尾向故土昂首嘶鸣。北岸渡口，伫立着凝望的白雪，化成了苇草绿浪中的一点猩红。四，初入秦地，谨慎探寻。进入函谷关到华山的魏国军营，快马只有半日路程。 未央所乘白马，是在公叔府做中庶子时的寻常坐骑。这段路走了整整两日，也并非白马脚力太弱，实在是未央并不急于进入岳阳。未央想好好看看秦国，顺便查看一番秦国的风土人情。毕竟，这个被魏国封锁在函谷关以西的战国，对他是遥远而陌生的。 确切地说，所闻甚多，却从来没有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这对他这个多有游历的世子，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未央的祖国是大河中段最肥沃地段的魏国，魏国不是大诸侯，却是个最为特异的诸侯国，特异所在是始封国君与出使臣民的水火同器。 周武王克商之后，殷商族群虽亡国，而几欲复仇复辟。历经密谋，终有了殷纣王之子武庚与周氏监管势力管叔、蔡叔部的连结叛乱。于周武王之后摄政的周公旦平定了这场大叛乱后，将殷商族群分而治之，残存的殷商王族移民悉数聚迁于淮水流域的宋地。 以殷纣王的庶兄微子为国君，封成了宋国，以彰显周王室存续殷商社稷的宽仁大德。残存的殷商臣民族群，则悉数聚迁到大河中段的濮阳地带，以周武王最小的弟弟康叔为国君，封成了魏国。就时而论，宋国虽延续了殷商王族的社稷祭祀。 然其王族人口在动乱中锐减，国人又大多不是殷商庶民，其殷商国风便大大淡化了。魏国不然，由于聚集了殷商七大族群，是故虽以周王族为国君，却始终弥漫着浓郁的殷商国风。殷商庶民多以商旅为传统生计。 邦国兴亡的爱恨情仇渐渐抚平之后，又开始了实实在在的生计奔波，魏国便渐渐呈现出了一片蓬勃生机。在整个西周时期，魏国都是小邦土地而大邦财货，商贾发达，民生殷实，堪称实际上的大诸侯国。及至春秋，魏国依然是富庶大邦。 其桑间蒲上的开化民风，一时成为春秋之世极有魅力的文明风华旗帜。只是到了战国的刀兵大征之时，魏国才渐渐衰落了、萎缩了。未央的祖上颇见特异，父系是魏国国君部族的周王族远支公子，历代母系却多有殷商女子。 随着族群繁衍而血缘渐远，也随着魏国公族渐渐衰落，姬姓族群之后裔也在种种分化中大多沦为了平民了。未央一族也走过了如此一条淡出贵族的路程，始以公族之姬为姓，再以公孙为姓，再以国号魏为姓，从王族血统渐渐地步入了平民。 战国之事，未央的曾祖父与祖父虽然还顶着公子之名，然已经是实际上的国人了。出行谋生及结交之际，羞于对人提及公孙，更羞于对人言及王族姬姓，于是随了潮流时俗，以国为姓，采用了方便而不显痕迹的国号魏姓。 到了父亲魏贺之时，魏姓已经成了家族常用的姓氏，公孙几乎已经被族人遗忘了。从曾祖时起，魏氏操持的是文商生计。所谓文商，是制作各种文具与书写用材，卖给官府和世人的文路商贾。 其中曾祖父魏四时期的魏氏竹简颇具盛名，被中原官府世子多呼为魏氏简。这种生计历金不高，然却较为稳定。一代人下来，魏氏也算是既有贵族名号，又有财货来路的殷实之家了。祖父魏桓一代又辛勤扩展，已经是占领近十个诸侯国竹简市场的大文商了。父亲魏贺。 年轻时既顶着公子名号，又秉持着传统生计，家道虽无大进，却也在魏国颇具名望。其实，一个商旅人家的美丽女子与父亲在桑间蒲上的春日踏青篝火中相识了，相爱了。这个女子是殷商后裔，嫁给父亲时，由于商人之女的身份，不能做一个具有王族血统的公子的正妻，只有做了妾。 他便是未央的母亲，以看重礼制尊卑的周人的说法，妾生子是庶孽之子，为其庶出，为其卑贱，故呼之为庶孽也。如此，未央便是公族远之诸多庶孽公子中的一个了。未央刚刚降生，一场突如其来的水患毁灭了卫氏田庄、与文商作坊。其实。 诸侯间动辄以邻为壑，或淹没欲图夺取的邻国良田，或威慑邻国以为惩戒。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河水患，使魏国欲威慑魏国称臣，有意决开了大河堤防。在那场水患之中，母亲为了救出儿子，被滔滔大水淹没了，永远地埋葬在了一片汪洋的魏氏田庄作坊。 父亲为这个从大水中存活的儿子取了一个特异的名字“鞅”，鞅者马颈下之坚韧皮革也。父亲的寓意是深远的，期盼儿子像马颈革一样坚韧，甚或期盼他成为驯服烈马的勇士。然则，陡遭变故的父亲没有精力教会儿子，只有全副身心投入商旅谋生。 父亲对文墨诸事颇见精熟，然对商旅经营之道却远不及先祖。父亲唯有一常，便是在商事往来中结交了诸多高人名士与风尘隐者。对辛苦游学的读书世子或自己敬重的高士隐者，父亲一律赠送上品竹简，常常不收一钱。然则正因了这种义利不明、低价义卖、常相赠送。 父亲一直是辛劳有加而获利微薄，几年之中，一间小作坊始终不见起色。便在如此凝滞艰涩的岁月，一场水患之后的瘟疫又悄悄来临了。残存的卫氏家人一个个撒手去了，只留下奄奄一息的父亲与奇迹般活下来的秧，马景格一样坚韧的秧。孤独的父亲郁郁成疾，自感不久于人世。 遂带着幼小的儿子跋涉入山，将儿子托付给了一个隐居深山的高人，便撒手西去了。深山隐士一诺千金，将小未央带进了茫茫苍苍的大山。从此，未央开始识字，开始练剑，开始读书，开始作文，开始修习法家之学。十三岁开始，未央随老师周游天下。 走遍了列国名山大川。十六岁时，老师将他秘密送到魏国丞相公叔痤府中，实际修习政务。五年之中，未央为公叔痤收集法令典籍，又一次重新踏勘了中原列国，对各国的民生民治有了切实的体察与揣摩。 即或是奔放多彩的战国之士，在堪堪加官的年岁上，有如此丰厚阅历的世子，也是极为罕见的。遗憾的是，未央却从来没有来过秦国。在未央成长的年代，东方列国对秦国列为蛮夷之邦，剔除在中原文明之外，这种蔑视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另一个蛮夷之邦楚国的蔑视。这里的根源在于。 秦部落长期与西方戎狄杂居，仅凭吴勇之力成为大诸侯。所谓根基野蛮，但凡世人官吏相聚，总要大谈秦国的种种落后愚昧与野蛮。民风是三代同居，男女同屋，寒食恶饮，好逸恶劳。民智是悍勇好斗，不通礼法。民智。 则更是顿蛮憨愚，不知诗书。即便是对享有盛名的秦穆公，也有人训酷烈、滥用蛮夷的恶名相加。在东方世人眼里，秦国是一片野蛮恐怖的土地，除了打仗，万万不要踏上那片恶土。在这种流播久远的议论传闻、年复一年的弥漫东方的情形下，极少有世人流入秦国。 数百年来，除了老子和个别墨家弟子踏进过秦国外，秦国无事一直是天下共识。在这种沉沉相因的共识中，未央的老师和未央也都未能免俗。他们甚至在另一个蛮夷之邦的楚国游历了半年，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秦国。若非那个神秘老人的启迪和那卷振聋发聩的求贤令。 未央真不晓此生会不会来到秦国。正因为陌生而神秘，未央才决意寻访而进。他期望在进入岳阳之前，对这个在东方世人眼中面目狰狞的邦国有个大约的了解。一进函谷关，便是河西地带。战国时代一提河西二字，人们想到的便是。 魏国、秦国间的长期拉锯、连绵杀伐，河西是黄河呈南北走向这一段的西岸地带，南部大体上包括了桃林高地、崤山区域，直到华山东西三百余里；中部大体包括洛水中下游流域以及石门、少梁、蒲坂等要塞地区；北部。 大体包括了雕阴、高奴、腐尸，直到更北边的云中，这就是战国人所说的河西之地。黄河西岸这块辽阔的土地，纵横千余里，在秦穆公时代都是秦国的领土，后来日渐被魏、赵、韩三国蚕食，尤其是魏文侯时期的两个名将吴起和岳阳。 对秦国和其他诸侯展开大战七十六次，战胜六十四次，战平十二次，使魏国疆域大大扩展。其中夺过来最大的一块，便是秦国的河西之地。那时候正是秦国厉、造、简、出四代国公当政，秦国最为混乱软弱的时期，根本没有能力与新兴的强大魏国对抗。未央。 对这一块已经被魏国占领三十余年的区域，大体上还算熟悉。魏国对原本属于老秦国的这块河西之地，并没有实行相应的变法，井田制、力农制依旧保留着，也没有分给任何功臣作为封地。确切地说，是没有一个重臣愿意被封到这里。魏国的办法是将河西之地划分为十六县。 由王氏派出县令直接管辖，赋税通归王室，对河西之民可以重税与频繁徭役，却不许河西之民入军。魏国信不过这个蛮夷之邦的子民，只将他们当作耕夫和牛马看待，而不愿意叫他们成为光荣的骑士。河西之民和魏国本土民众的富裕日子相差甚远，只是在温饱的边缘苦苦挣扎而已。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